大家好，以下是网络天空为大家介绍，这个是那个深蓝波霸二代电音版啊。那现在是原声啊，没有回音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特效。我最好，现在原声的状况下，我们听一下它的这个效果哈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调成这个专业啊，现在已经有回音进来了哈，大家可以听一下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歌声里。好，那这是流行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歌声里。好，再来是 MC。好，MC 的话，回音会比较小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心，我的梦里，我的歌声里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娃娃音。娃娃音是这样的，就是女变男变女。那是女变男，啊，就是。电音啊，电音的话是像这样，在绿色按键按下去也会电音会调性的可以改变哈。给人当兵的地岗上来的有一个少年家，伊细汉读书无偌济，即马甲人咧学手艺，规工甲佚佗啊咧做伙，无人愿意听伊的心内话。只好目屎吞在腹肚底，借酒来马赛。好，这是我电音的那个效果啊。我们把这个回音关小，这是收八哈，收八的那收八的音效卡啊，ICKB 的收八，那我们把这个回音关小一点。好，现在是回音完全关掉啊，这回音圈九段回音全部关掉，那这个监听开关要打开，那因为我们现在是用 OTG 接口，OTG 接口，然后它直接是由这条线刚刚。展示给大家看，是用 Lightning 的接口接到 iPhone 啊。那我们现在是用这个唱歌啊，唱歌模式，那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没有回音的状况之下呢，我们把回音关掉哈，把回音关掉啊。
好，没有回音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的音质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好，那我们把回音开大一点，啊，开到大概一点钟方向，啊，大家可以感觉到回音是这样子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好，这是这个收八啊，大回音，大家回音可以开更大啊，或者如果开大会这样，啊，这回音最大的时候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当然还有一些像麦克音量啦、耳机音量啦，还有你的录音音量啊，在这边。那当然你也可以调，我不要唱歌是聊天模式啊，聊天模式。那还有变音的模式啊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啊，可以再另外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啊，这样。那还有这个喊麦，还有闪避功能啊，等等功能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收八啊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当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。没办法，好可怕，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作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那疯狂？稳吗？其实，首先我们要从配件里找出一根苹果的连接线，注意看清楚这个插头，苹果插头，一头插到一头插到收八的 OTG 输出插孔，开机。一头插到苹果手机。那么连接成功的话，我们可以就是点击至右下方，把它往上滑动，然后在右边看一下它这里有没有读取到我们的 USB 设备。像它出现 USB 这个英文字母的话，就是已经连接上我们的收八啊。相反，我们如果把它拔掉，对不对？它显示是iPhone。如果显示是 iPhone 的话，就是证明我们这根线没有跟声卡连接好，我们就重新再插一次。啊，看一下，现在插上去。过个三秒左右，它会读取到我们的设备。那这样子就证明，手机已经跟我们的收八声卡连接成功。然后呢，耳机是插在，这个是我们一根苹果的耳塞，
如果我们只用耳塞来直播或者是耳塞来唱歌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插到第一个插口，声卡上面的第一个插口。还有另外一种就是，比如说，不是苹果耳机，像一些美标插头的，我们需要连接上一个国标跟美标的一个转换头。插紧，然后再插到这个插口上面。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到这个转接头呢？就是当你插上去的时候，耳机里面能听到吱吱吱的声音的时候，就是需要用到这个转换头。如果插上去正常，就不需要用到这个转接头。耳机插到这个插口，带麦的耳机或者是不带麦的耳机都是插在第一个插口。那如果你用的是，比如说像这种，独立式的麦克风呢。同样的，我们先把话筒连接上。另外一头3.5的这一头，插到声卡的这个麦克风插口。那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在打开手机里面的唱吧，或者是全民 K 歌来使用了。当然，如果用来直播的话呢，我们有分配有两根四星的对路线，一头呢插到我们的第三个接口 AUX 口，这个呢是我们的伴奏输入口，一头呢插到放伴奏的手机上，就专门放伴奏的手机的耳机孔上面去。当然，也可以连接到我们的声卡的耳机孔上，也可以用电脑来播放伴奏。当然，大家会问最后一个口是干嘛的？最后一个口呢，是一个线性输出的一个口，为了避免大家的一个平台不支持最新的 OTG 技术，然后呢，我们设计了这个接口，为了防大家不能用之类的，可以选择用这个接口连接手机，来使用我们的搜吧。我们可以用模拟插口来直播。同样的，我们插到这个插口，另外一头插到我们手机的一个耳机插口，这样也是可以使用的。但是我是推荐大家尽量的用我们的 OTG 输出来连接声卡，连接手机，这样它出来是立体声的。模拟插口的话，它出来是单声道，模拟的单声道啊。然后这边这个插口呢，比如说像我们直播的过程中，手机电量不足，我们可以拿一根随机声卡佩戴的一根数据线，一头插到我们的这个充电插口，另外一头插电。那这样插上去的话，我们的手机它就显示在充电了，同时也能读取到我们的手机声卡。好，苹果的一个连接教程就录制到这里。OK，那现在录制这个视频，教大家怎么连接安卓手机。现在市场上安卓手机有两种不同的充电口，一种是新款的 Type C 插口，另外一种是老款的这个 Micro 插口，两种插口都可以使用啊。接下来操作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首先，我们从包装里面拿出这根安卓数据线，还有一个转接头，这个等一下我再说。如果是接我们的老款的这个声卡，我们首先要认，
印有 ICKB 的这一头是接我们的手机的，不要弄反啊，不要弄反插到声卡上。印有 ICKB 的图标是接到我们的手机的。另外一头带有这个数据的这一头连接到声卡的这个 OTG 插口。我们现在开机。这样的话我们就连接成功了。好，那如果是新款的 Type-C 插口呢，我们是配件里带有这个转接头，同样我们印有 ICKB 这一端是要接到手机这一头的。我现在把它插上，那么连接成功的时候它会提示已读取到这个音频输出，这样子就是连接成功了。有一些手机的话，有一些安卓手机我们插上去它是自动读取，有一些安卓手机它插上去是需要我们自己在手机的四字里面打开 OTG 功能，这个到时候大家不同的手机就是自行百度一下这个 OTG。好的，那我今天为大家录制这个视频呢，主要是教大家怎么来使用我们的这个收发声卡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插口。第一个插口呢是一个耳麦输入的插口，我现在就是插的一个苹果的一个耳机在跟大家讲话。第二个插口呢是一个麦克风插口，一个独立的一个麦克风插口。第三个插口是一个伴奏输入口，我现在用的是电脑在放伴奏，所以你们是可以听到我的背景音乐。第四个插口是一个3.5的一个模拟输出插口。当我们的手机不支持 OTG 功能的话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插口来模拟直播，模拟使用。正常不建议用这个插口，只是当我们的手机不支持 OTG 功能，我们才用这个模拟输出。因为立体声跟单声道的区别是很大的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用立体声来使用。那么怎么调节麦克风的音量呢？这里有一个话筒图标，旁边有两个按键，分别是加跟减。我按加，大家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就变大了，相反呢话筒音量就小了。怎么调节自己监听到的一个音量大小呢？大家看这里有一个耳机图标，就是来调旁边两个按键，就是来调节我们监听自己监听的一个音量。我按加，我自己监听到的声音就大了，我按减，我监听到的一个声音就变小了。那这两个按键呢只是调节你自己听到的录音或者是对方听到的音量，不会因为你在这里操作而改变。那么右上角这里呢是一个麦克风的一个监听开关，我现在停留的是在开的位置，所以我自己说话是可以听到我自己说话的声音的。那不想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呢，我们就按一下这个按键，把它切换成关的状态。那我现在自己说话的话，我就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了，但你们是可以听得到的。正常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把它开到这个按到这个开的状态。那么这四个按键呢，这两个按键是一个录音音量的一个加减键，我现在按减，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就变小了，我按加，你们听到的声音就变大了。那这两个按键呢是来调节录音量，就是比如说你在直播的时候观众听到的音量是在这里控制的，我按加或者是按减不会改变我自己听到的声音，是改变观众听到的声音。
么第三个按键呢是一个唱歌模式，正常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一定要按到这个模式。那我现在说话就是带有效果的。那唱歌模式下呢，旁边是有一个两个按键可以切换。比如说我现在把混响调小一点，我就按键；我想把混响调大，我就按加。那最后一个是一个功能的一个切换键，我按一下。它就现在是聊天模式。这个是一个变声吧，变声。变男声。这个是喊麦模式。第二代的话是就是升级版，是喊麦模式是可以调节一个混响大小了，可以在这里调节混响大小。现在是一个闪避模式，我一说话背景音乐就没有了，闪避模式。那底部这两个插口呢，OTG 这个就是连接我们手机使用的一个输出口，旁边呢这个是一个充电口。那么我们现在二代的话是有附带一个遥控器，是非常方便的。遥控器上面有些按键，有些音效可以选择。然后呢，声卡面板上的一些功能也可以在这个遥控器上面来操作。这里呢是调节话筒音量，喂，MIC 减。话筒音量调小一点，录音音量，录音音量调大。那么旁边这两个呢是一个监听音量，中间这个按键呢是一个功能切换。 Hello?B 模式，再按一下，来到唱歌模式了。那这个遥控器的话，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个说明书吧，这个我就不多介绍了。然后现在选一首歌试一下吧。该怎么来替换搜吧的自定义一个音效？首先呢，在我们搜吧开机的状态下，然后呢，把一端 USB 的头连接电脑，另一端安卓头呢连接我们搜吧的充电口啊。连接了之后呢，我们电脑会弹出一个类似于 U 盘的一个文件夹出来，然后我们在我的电脑里面打开。打开了之后呢，我们在里面能看到九个音效。九个音效呢分别为在遥控器上面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九个音效是这样排序的。然后能看到它们的名字呢都是带有一个零。零呢就是顺序的一个。所以说你在更改这一些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在我们的原文件上面也是要写上零。比如说0102、0304、0506的去排序，就会相对应到上面遥控器上面的按键，这样的话呢就好方便区分一点。如果说最好的话呢，就在音效的后面加上名字，比如说01笑声、02大笑这样之类的，好区分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原本的一些文件呢把它删掉。删掉了之后呢，这是我先准备好的我自己想用的音效，也是01、02、03、04、05这样排序，一定要带上个零啊，不然的话搜吧是识别不到的，然后呢我们复制过来。然后呢复制完成了之后呢，我们这边呢就把它关掉，然后呢右键推出，安全推出，
退出了之后呢，我们在这边来拔掉，直接拔掉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拿着音效来按一下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那怎么来替换搜吧的自定义一个音效？首先呢，在我们搜吧开机的状态下，然后呢，把一端 USB 的头连接电脑，另一端安卓头呢连接我们搜吧的充电口。连接了之后呢，我们电脑会弹出一个类似于 U 盘的一个文件夹出来，然后我们在我的电脑里面打开。打开了之后呢，我们在里面能看到九个音效，九个音效呢分别为在遥控器上面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九个音效是这样排序的。然后能看到它们的名字呢都是带有一个零，零呢就是顺序的一个，所以说你在更改这些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在我们的原文件上面也是要写上零，比如说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的去排序，就会相对应到上面遥控器上面的按键。好，这样的话呢就好方便区分一点。如果说最好的话呢，就在音效的后面加上名字，比如说01笑声、02大笑这样之类的，好区分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原本的一些文件呢把它删掉。删掉了之后呢，这是我先准备好的我自己想用的音效，也是01、02、03、04、05这样排序。一定要带上个零啊，不然的话搜吧是识别不到的。然后呢我们复制过来。然后呢复制完成了之后呢，我们这边呢就把它关掉，然后呢右键退出，安全退出。退出了之后呢，我们在这边来拔掉，直接拔掉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拿着音效来按一下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大家呢怎么来用搜吧当做一个转换器来使用？首先呢，拿出我们的对路线，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一根 OTG 线，这一根呢是连接手机的，还有我们的声卡，一个搜吧。首先呢，我们把搜吧开机，开机了之后呢，我们把对路线，我们赠送的对路线一根呢插到 AUX 伴奏输入口，另一端呢把它插到声卡上的耳机孔去，这个呢是声卡的耳机口。然后这样连接完成了之后，我们另一头呢就是 OTG 线，插到手机。和手机连接完成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正常使用，看一下这里是否有读取到，读取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正常直播啊，或者是 K 歌啊，这些录音啊之类的都可以。但是你的声音呢，就是从你电脑里面的效果出来啊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想要给手机充电的话，另一根线插到这里来就可以了。OK， 非常简单。教大家呢怎么来用搜吧连接电脑使用。首先呢，在我们搜吧开机的状态下，把充电线一头连接电脑，一头呢连接到我们的搜吧的 OTG 口，插进来。插进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在电脑右下角右键小喇叭下面有一个播放设备，点击播放设备了之后呢，我们能看到一个 USB什么专业设备、音频设备，然后呢把它设置为默认值，一般呢它都会自动把它设为默认值。然后呢看一下录制，录制也是会自动把它设为默认值，如果不是默认的话，把它点一下，再点一下这里就可以了。然后呢声音还有通讯，通讯的话点到不执行，然后呢它不需要装驱动之类的，那你就可以在电脑上使用了，非常简单。然后呢麦克风呢照样插到我们这里，比如说耳麦、麦克风，伴奏的输入就不需要了，这个是输出，线性输出就已经没有了，非常简单一个使用。那现在教大家用我们的搜吧声卡怎么在这个唱吧跟全民 K 歌里面识字。
们注意看一下。苹果手机的话，它这里点开全民 K 歌的话，它会有一个小喇叭。这里的一个机房听是一定要关掉的哈。我现在没有关掉的话，我说话是会听到双床的声音。点击关闭。然后呢，这里的一个人声呢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关到最小，不然的话你会听到手机的声音跟你声卡的声音两个声音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人声关到最小。伴奏这里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拉到中间。唱吧的试制方法其实也是差不多的。我们随便点一首歌。唱吧是在这里试制，右下角的一个小喇叭，我们点开啊。同样的，这里的人声也是一样，要拉到最小，好，伴奏拉到中间。然后，伴奏的大小声，我们可以就是在手机旁边的左次按键这里来调节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们在完成录制以后，到了这个编辑界面啊，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个效果，我们只选原声，因为我们现在是用的有声卡的效果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使用原声。上面的这些流行啊什么摇滚啊舞曲啊这些效果我们都不要选。如果我们选流行摇滚这些效果的话，那它就会跟我们的声卡效果重叠了，那这样听起来效果就会比较差。我们一定要选原声，包括全民 K 歌也是一样，一定要选原声。给大家呢说一下这个面板为什么花的这个问题啊。我们搜吧呢前后都有一层膜，保护膜，就跟你手机一样，有一层钢化膜啊之类的，防刮花之类的。但是一般呢不建议大家呢去撕掉啊，去这样抠掉它们，因为它是保护了整个面板的一个东西啊，前后呢都建议不要撕。但是如果是强迫症患者的话，那撕掉就没办法了呗，对吧？那撕掉的话，那就去注意保养一下啊，所以这个是最好的啊。这美丽看着是比较花，但是这个呢是在我们测试的时候要经过多次测试，就每个部门测试不一样，在桌面上滑来滑去。比方说这样滑来滑去，但是难以避免这些划痕的，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不要撕掉这层膜，因为你们在使用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摩擦之类的啊，所以说呢就不要太在意这个就可以了，太在意的话就撕掉吧。OK， 那我们的苹果手机连接上搜吧的话，怎么来判断它是否读取到呢？我现在操作一下。首先我们插入这个连接线，我们苹果手机在这里可以滑动啊，向上滑，然后转过身。一般连接成功的话，它这里会显示你也连接 USB 啊音频设备。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把它拔掉，对吧？我们拔掉连接线的话，那默认它是显示 iPhone 的。我们插上去，如果读取得到的话，它这里会显示 USB 这一串英文出来。